我们对一下，第一个 B， 对，第二个是 C， 三分，打上还长，怎么还欺负个孩子呢？这个我要是错了，我就把纸吃了，错的，对吧？错，嗯，那这个题我们就过了，错了一个相当于，对，错了这个，啊，好，最后一个，嗯，写出十种口红颜色，芭比粉是有，啊，但是芭比浅一点点粉是个什么？不是，你看你上面这都是粉色，对不对？都是粉色，你选一个中间的叫死亡。芭比粉比较浅的就叫死亡浅一点芭比粉，然后深的就叫死亡深一点芭比粉，再深一点就死亡深多深一点芭比粉，所以我这个题是对的，对吧？勉强，对吧？这三个过的，然后小灯泡是 SK two， 红腰子是资生堂，对吧？可以了，那老师我这个算通过了，对吧？那就别考了，考了我两次了已经。我们赶紧做口红。第一步，咱们就先开始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颜色。这是啥色？灰色。吃土色。哎，我要这个吧。我就第一个我就选好了，就要这个。然后你帮我选一个，就是一个九岁孩子的妈妈。那就咱们来一个奶茶色呗。不是，要奇怪点的颜色，我想看到土。那你就来个芭比粉怎么样？他们家孩子也能涂，小孩好好学习为重，对不对？嗯，行，那算了，要这个吧，还是这个？嗯，再可以拿一个橘红色，这个挺好看。可以，这个可以。还有我们家的大红的奔驰红。你的任何你说的所有红，什么这个红那个红，对我来说都是就都叫红色，要么都是粉色，要么都是这个土色。对，因为男士眼里这都是一个颜色。先开始制作吧。那我们走吧，开始。去那边看，坐。好。老师，那我决定今天我先把这个做了，先做这个。做这个红色的是吧？嗯、好。戴着手套，找一下这个红色的配方：栀子黄、番茄。番茄我找到了。辣椒，哎，怎么还有辣椒啊？哎，是不是可以做那种整人用的口红？就把那口红里面加上什么？辣椒粉啊，什么姜粉啊，乱七八糟的。可以可以，下面咱们就选一下口红的味道，你看看喜欢什么样的。闻一闻。轻轻的这么扇着闻一下它。桂花的话偏点甜，玫瑰的味道。和茉莉。茉莉应该很香。对，茉莉清淡一点。哇，我刚刚我闻的就是这个，这个茉莉太浓了。还有一个白玉兰，白玉兰其实还不错，建议你可以放个白玉兰。